就希望说透过一个品牌的合作，然后把故宫典藏的精美文物，然后跟潮流结合，然后让这样的一个故宫文物可以有更多的民众可以接触，然后进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。所以除了公仔，除了 Bell Brick 之外的话，其实我们最近也跟很多品牌做企业上面的一个合作。そんなことないです。本当に世界中のたくさんの美術館とご一緒していたので、あ、故宮からもお話しいただけてとても嬉しいなと思いました。跟其他很多的美术馆有做合作，所以故宫来的时候，他其实也很开心，也说哦，终于来了，对对对对。白菜でしたっけ？はい、白菜がものすごく楽しみです。他说特别他知道有很多收藏物，那里面最主要的他也蛮期待的是白菜，对。是什么时候来拍的？我看到有消息，手机跳出来看看，我就看个交通，哎，很方便啊，搭捷运来换公车就到了。因为我孙子在玩熊，家里就很多熊，啊，他大概有消息，他在国外打球，他就会说：“阿妈，你可以去帮我买吗？”因为网络上买不到，订货也订不到，只有故宫在买。那这是排了多久？我是第一天有消息，我就来排。我前天两点多来。下午两点多。对。那就一直在这边等，这样等到那天。对。我也没回去，就跟那些守卫在那边聊天。他们一看到我说：“你最辛苦，最早来。”对啊，就有兴趣啊，阿妈赢赢，我赌我进啊。家里有几只啊？有算过吗？没有，他整个橱窗都是。所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帮孙子买了。不是，买鞋子了，买胶灯了，买空碟啊，什么都有了。他要我就去帮他买。